虎巨基出席医学美容新店开幕，佢仲自称系童颜巨基添，咁一定好有美容心得顶啦。系啊，我美容心得咧就系娶一个有美容心得嘅老婆啦。咁呢个系咪最直接了当、简单系嘛？即系喺屋企佢话瞓低，咁我就瞓咯。咁就佢喺块面搽啲乜啊，敷啲乜嘢啊，咁就交晒俾佢啊。最近古天乐杀入叱咤我最喜爱男歌手十强，机仔都好戥佢开心啊！我期待住大家用你嘅票，即系投到阿古仔，即系要上舞台，攞呢个奖同埋唱 live 啦。咁我都几期待，我嗰票投俾佢啊。咁啊，戥佢开心嘅，因为大家即系除咗中意睇佢拍戏，仲咁期待佢即系再复出乐坛咁样啊。咁啊，咁啊。期待呢一刻啦，古仔加油啊！快啲上台领呢、這个喜爱男歌手奖。有传苏有朋同细佢15岁嘅马思纯拍拖，记者又有冇关心下好朋友啊？我之前没听到，现在听了，我待会打给他问一下。对，有朋有朋啊，是时候要成家了。我待会联系他，问他一下，了解啊。